你怎么知道我穿的什么呀？就是说看看靴子。欢迎进来，家人们。没有戴耳机，声音能听得清楚吗？欢迎进来，家人们。大家都吃过饭了吗？今天没有带啊，今天比较热。欢迎进来，家人们。主播溜达呢，你都不知道主播穿的什么，就是说看靴子呀，啊？没点关注的啊，先点关注，点完关注的加主播粉丝牌，然后在首页申请进群，主播在群里面给大家留言。猜猜主播今天穿的什么呀？有人踩高跟鞋啊，还有猜什么呢？还有猜主播今天穿什么的，先让大家猜一猜啊，一会儿再给大家看。无名是你的粉丝牌呢？粉丝牌怎么没有了？欧
美的长靴只能说是要分场合，知道吧？一些比较重要的朋友聚会啊，或者是一些别的活动，主播都会穿，虽然比较那个。有一次主播参加那个798那里的中国时装周的时候，因为那里啊中国时装周是一年一次，有一次去的时候就是穿的1969的长靴。穿的一身皮衣啊，皮风衣，然后当时很多时装周的很多摄影师、啊、就在拍。欢迎进来家人们，没有点关注的啊先点关注。说北京没有啊，摄影好和坏可不分地域的。大家先猜一猜主播今天穿的是什么。黑色长靴，还有没有了？还有猜主播穿什么的吗？粉色高跟鞋，黑色长靴。在哪个靠枕？这后边有，真太塌了。黑色高跟鞋，看有没有家人能猜对的啊。看主播这个颜色还挺搭的啊，黄绿。没有点关注的啊先点关注。购物车里都是新的啊，先点关注，点完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牌，然后在首页申请进群，主播会在群里面给大家留言。听清楚了吗？主播怎么说就怎么做啊！直播间不回答废话，不好好说话、不好好聊天的，主播一脚全给你踢出去。真的假的？假的呀！欢迎进来，家人们。主播作品里的所有的鞋靴都是主播自己的。大家可以到首页啊，到首页去看一下。Thank you.
没点关注的啊，先点关注，再说一遍。点完关注的加主播粉丝牌儿。签完粉丝牌的啊，然后在首页申请进群，主播会在群里面给大家留言。欢迎见家人们。
欢迎进来家人们。和你初中老师像，初中老师教什么的呀？给你们看这个抱枕，是不是挺好看的？上面是一只小马，但今年是虎年，这还挺好看的。这抱枕多少钱？79。关注的啊，赶紧点关注。点完关注的加主播粉丝牌，然后在首页申请进群，主播会在群里面给大家留言。能听到什么事儿啊？
口罩在这儿呢。耳朵这么好啊，主播的鞋声都能听到。哎，这种小凳子挺好的。这种塑料的不是很稳吗？比较朴素，就是穿的比较随意一点。主播坐的这个椅子，这椅子还是太塑料了，我还比较喜欢这种吧台椅。你看这一晃了，太晃了，坐的特别不稳。欢迎这位家人们。什么多少钱？说椅子多少钱？不知道，没看。但那个椅子特别不稳。没有点关注的啊，先点关注。点完关注的加主播粉丝团，然后在首页申请进去。
今天穿这一身走了一天了，也淌了一身汗。这桌子还挺好看，主播还蛮喜欢这种桌子，不太喜欢大理石面的。问上上几点下班干嘛呀？主播过一会儿也下线了，差不多再播半个多小时吧。这个是小豆儿，这干嘛的呀？179，是给小孩用的吧？有点贵啊，那不知道干嘛的，是不是小孩玩的？欢迎点家人们，没点关注的哈，赶紧点关注，点完关注的加主播粉丝团。啊，这种是美式的，这也挺好看。高跟鞋逛街，要不你试试看，你穿高跟鞋试试看，你走一天。主播下播以后会通过大家的申请啊，急什么呀？看这种美式的，让主播穿高跟鞋，你得背着主播呀。欢迎进来家人们，没有点关注的啊，赶紧点关注，点完关注的加主播粉丝牌，然后在首页申请进群。直播间不回答废话，不好好说话不好好聊天的主播一脚踢出去。这个向日葵挺好看的，假花永远不谢，这向日葵跟主播颜色挺搭的，是不是？
假草，不如买个真的啊，真的那种。欢迎家家人们。这玩意儿是小风格，大家觉得我对那个超市有什么不一样？大家可以在主播的那个首页啊，去看看主播的作品。主播所有的作品的写序是都是自己的。那就把他那留着嘛，他那打电话哈。不知道，那是一个草，这个是向日葵。向日葵跟主播有点大，是不是？这种灰色的地砖挺好看的，但一定要选这种光面。家人们，那你昨天怎么会看得到会这些？没有啊，今天去做，昨天去做吧，做对吗？那怎么不放那个？纸的饭盖子啊。是不是有上线晚了呀？啊？有刚进来的呀，没啥理由，留不着就能上了，再把他的回去上了。没有点关注的啊，先点关注。点
点完关注的加主播粉丝牌啊。主播高跟鞋也很多呀。没点关注的赶紧点关注。点完关注的加主播粉丝牌，然后在首页申请进群。大家都在哪些城市啊？山西、北京，成都现在怎么样了？哎，主播快热死了，全身都淌着汗了。主播都热成这样，还有人居然让主播戴手套。这里边我觉得都没空调。在室内的时候呢，开着空调还能戴着手套，但也是还是热。主播不是山西人，主播是地球人。欢迎进来，家人们。主播去过山西的运城，没有点关注的啊，赶紧点关注。昨天太热。生日院首单消费多倍积分专属福利等你来，微信关注宜家俱乐部公众号，点击菜单栏免费注册，现在就加入吧。
你爱关注不关注？嗯，主播说了啊，大家先点关注，点完关注加粉丝牌，加粉丝牌在首页申请进去，主播会在群里面给大家留言。直播间不回答废话。主播怎么说就怎么做啊，能听懂就听懂。刚才不都看过了吗？谁让你们上来晚了？为什么主播开播的时候不进来？这就能听到声音啊，趴地上听的。进不了粉丝群啊，是不是群满了呀？嗯，是不是群已经满了？
好了，主播要下播了，家人们，没点关注的啊，点完关注加粉丝牌，在首页申请进群，主播在群里面给大家留言。主播现在下播了，明天有空我们再见啊。主播上线的时间是每周二、每周六的晚上。亲爱的顾客，欢迎光临。拜拜。